再飞远一点到关山吃臭豆腐，再远一点到了池上吃臭豆腐。哎呀，自由飞再加上美食之旅，向会转变的，好，什么图？我们赶快拍，小猫朋友。日本的熊猫，好，彩虹熊也起飞了。台东县政府的彩虹球，这颗球最经典啊，大概热气球、热滚球里面这一颗最经典，一格一格的，色彩缤纷，哇，漂亮！彩虹球，一道彩虹出现在台东美丽的天空。天地，哦，不是，那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的爱心球，台湾的第一颗造型球，非常有重大意义，对我们台湾热气球发展来讲。好，彩虹拉炮，飞行总指挥亲自布局，大家准备看。那这颗球打算自由飞，安全很重要。